SCP-2128 The Liar's Cradle 说谎者考下项目等级 Safe 特殊种措施在403已围绕 SCP-2128 所在建筑修建至少三名地检员每日需在岗一案需要执行实验性协定37斯巴拉夫奇勒 EP37 斯巴拉夫奇勒中使用的陈述列表由O5议会提供可在经站点主管慎重考虑后于实验期间改动EP37 斯巴拉夫奇勒 一名地检员称为信使将被安置在 SCP-2128 内部二信使念出预备列表中指示的台词三在每句陈述后如果信使未受伤害对该陈述标记为真四若信使遭焚化则提供一位新的信使触发焚化的陈述标记为假五派出新信使一需要重复步骤描述 SCP-2128 是一城堡废墟内的拱形石炉位于外23公里处其两个开口高1公尺长度为3公尺现场发现的文件被称作研制抄本的羊皮纸卷显示 SCP-2128 是由钢铁之星教派成员在9世纪晚期建造用作拷问及处刑设施其名为说谎者考下若与人类对象完全敬畏 SCP-2128 并说出一句真实陈述不会有任何事发生若其说出的陈述为假该人类对象将立即被未知手段完全烧成灰烬在发现时 SCP-2128 的两个开口均被砖块和砂浆封堵研制抄本显示 SCP-2128 在1021年被气墙堵死不再使用因其谎言侦测方式存在缺陷 SCP-2128 会将所有事实上非真的陈述视作谎言无论对象的主观意图为何又或是其是否事前知晓SCP-2128 表现出对某些高度机密且此前未知情报的真假有所知晓 SCP-2128 所知情报的真实范围及其可靠性当前未知但对 EP37 斯巴拉夫奇勒的主动使用已多次防止 SK 级世界末日情景发生实验记录 EP37 斯巴拉夫奇勒22 KIT 检查记录2014年10月1日信使 D6238人类种族现在正面临灭绝危机真危机来自某个被基金会控制的项目真该危险项目位于北美洲的某个站点内假 D6238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6239 该危险项目位于欧洲的某个站点内假 D6239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6240 信使 D6253 SCP会在下月内突破收容真 SCP 会在下周内突破收容真 SCP 会在明天突破收容假 D6253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6254 SCP 会在今日内突破收容真对机动特遣队 New7 下达出动指令赛得到保护收容突破被防止 SK 级支配转变被防止EP37 斯巴拉夫奇勒23知识范围记录2014年10月6日信使 D7784 SCP-2128 无所不知假 D7784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7785 说谎者考驾无所不知真说谎者考驾会告诉我们一切事假 D7785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7786说谎者考驾会告诉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真说谎者考驾会告诉基金会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假 D7786 被烧成灰地级供应耗尽当日程序结束 EP37 斯巴拉夫奇勒24礼拜日校歌记录2014年10月3日信使 D7891 耶稣爱着孩子们世界上所有的孩子EP37 斯巴拉夫奇勒25皮诺丘悖论记录2014年10月10日信使 D8232 对说谎者考驾说出一个悖论会对基金会人员造成危险假 D8232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8233 说谎者考驾马上会杀了我假 D8233 被相对较低的温度部分烧伤造成永久毁容换上新信使 D8234 说谎者考驾会马上烧死我假10秒内没有发生焚化 D8234 退出
D8234 报告称其手臂被 SCP-2128 内的尖利碎石划出小伤口， D8234 突发此前未发生的坏疽，在一分钟内死亡。换上星星时 D8235 说谎者烤架马上会让我受到物理伤害。甲十秒内没有发生焚化， D8235 退出， D8235 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哭泣， D8235 接着大喊再见了，偷走守卫的手枪自杀身亡。 D8235 此前并无心理健康问题，也无自杀倾向。 EP37 斯巴拉夫奇勒之26主观意见记录，2014年10月10日信使 D9224， 金毛猎犬是可爱的。甲 D9224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9225， 金毛猎犬是丑陋的。甲 D9225 被烧成灰，换上新信使 D9226，金毛猎犬是好吃的。真 D9226 违反协议做出评论，等下啥，这他妈太恶心了。甲 D9226 被烧成灰，换上星星时 D9227， 我是个好人。真 D9227 违反协议做出评论，逗你玩的笨蛋，显然我是德丽莎修女。甲 D9227 被烧成灰，换上星星时 D9228， 说谎者烤架有时会不准确。甲 D9228 被烧成灰，换上星星时 D9229， 说谎者烤架只会说出绝对可靠的经验性事实。真说谎者烤架是饥饿的。真说谎者烤架的饥饿永不能被满足，无论它变得多满。真说谎者烤架想马上把我烧成灰。真说谎者烤架正在变得不耐烦。真说谎者烤架看到美味温暖的肉放在他的盘里，很高兴能开餐。真说谎者烤架因为持续拒绝他的肉而愤怒。真人肉是美味的。真我是美味的。真我的皮肤是温暖的。真脂肪油滴上火焰的噼啪声还有快速烧灼的鲜肉会让说谎者烤架开心。真 D9229 退出，换上星星时 D9230， 地球 The Earth 是圆的。假D9230 以一种缓慢而暴力的方式被焚化，鉴定主管认为这部分是因为 D Earth 也可以被大略理解为泥土，但主要是因为 SCP-2128 不满被嘲弄。以上就是 SCP-2128， 简单说 SCP-2128 是一个拱形石炉，当人进入其中并且说了一句话后，如果这句话是事实不会有任何事发生，如果是谎话这个人就会被烧死。从实验中可以看出 SCP-2128 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当一件事没有客观的真假， SCP-2128 会加入自己主观的判断，例如因为自己喜欢人肉就判断另一个食人的递件人是好人。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做成 SCP-2128 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